继续下一轮的那个提问，下一位高盛人高啊，这边啊，好，高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谢，等一下，好，大家好，好我要请教一下，我们先稍后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刚才已经有先请那个刘小姐准备，慢一点，大家好，我现在请问一下哈，现在我们是要盖这个广慈花园的整体开发，但是因为我们这边交通，我们的路都很窄，那当你在盖的时候，是不是先盖捷运，再盖这个，再开发广慈花园区的整体开发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这边交通会很乱，连办就是我们要去上班或是回家都很困难。我要了解一下它的进度是怎么样。好，谢谢。那下一位是就是刚才高先生，麻烦。那下一位是王根福，谢谢。大家好，请准备，谢谢。我是关心这个道路交通以后的问题。你说要开发，我想说你要开发道路要先拓宽。请问一下，那个福德街84巷，刚才有看那个图。说15米，但是你也没有包括人行道，我不知道，人行道可以当作道路吗？应该是不可以的。实际上，道路15米就是15米，但是要拓宽，要往园区里面内要拓宽，道路要15米就是15米，另外就是人行道是人行道。因为那个刚才那个园区那中间那个啊，本来以前1995年就计划是11米计划道路，但是现在呢，吉米，发展局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哈，我告诉你，两个车道只有4米7而已，这样车可以走吗？啊，那个奥多拜可以，会走吗？应该袂使，外危险嘞！我看你去警察局那派出所，你看很多处都是那个车祸，到晚上哦，差不多1点多，样子很大声，我赶快起来，那我受伤之后，整个那吹气啊哦，拢从那老，头下拢袂顶袂动，我们辅导这哦84巷哦，1路、3路、05街那个10巷。24巷，38巷，52巷，60巷，80巷，常常都发生错误。你知道吗？应该不知道。所以你要开发的话，我们很欢迎。但是道路要先拓宽，要往那个园区里面拓宽。以后哈，叫那个车主人多，车就多，是不是这样吗？谢谢。